颈椎曲度，颈椎变直增生，颈椎曲度反弓，颈椎问题不用怕。医生为了效果不断创新，第六代颈椎固定带，一个产品七大专利，发明动态颈托，推举头部，高抬下颚，保障颈椎生理曲度，配合八道气柱，双动力才是大力度拉伸。固态不动的颈托仅仅是后面的牵引，会造成颈椎反弓，所以我们停止第一代产品生产，推出第六代双动力产品。你需要会固定的颈椎产品，你需要一个双动力的颈椎产品，你需要一个有效果的产品。